的人八仙祝寿。在咱祝寿的同时，分享一个平安糖，给咱来寿托，予咱哦平安糖、平安饼，予咱罗汉众弟子，大家拢会当求好得好，求利得利，来咱行东西，运达达，行南北，会当赚家贵，厝边的满金银财宝哦。来自我们淡水
掌声鼓励我们的青少年队。也是我们的神将哦，但是呢，借由创新呢的一个表演艺术哈、哦，现在呢电啊、哦，我们电音三太子呢在庙会非常非常夯哦，他们非常可爱的造型跟舞蹈也带动了整个庙会的气氛哦。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是不是再次给我们欢迎我们的电音三太子？
的第一金三太子的团队里头哦。小朋友最爱，人大人都非常喜欢看到我们的电音三太子啊，显示的活泼，而且呢，带动呢我们现场所有热闹的气氛呢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电音三太子。